I look at your face, I know I'll never be safe, 'cause you're my favorite mistake. Oh, you're my favorite mistake. I'm just your victim of fate. Ain't got the words to explain this kind of stupid behavior.餐是妈妈一杯讨厌的牛奶，可爸爸说全部喝完才能补钙。薯片能不能再多吃一袋？不给就耍赖。午饭有颜色超级难看的蔬菜，但妈妈说挑食的孩子不可爱。还好我今晚电视不给看，明明我很乖。在小时候，我发烧感冒了。我妈就带我去医院，然后我一到那个医院门口，就联想到了在医院里面什么打针啊那些的画面，我就感觉我一下子感冒了，还有发烧啊什么的全部都好了。正想着晚上回家可以看球赛，是谁连累我点水？Call me soon, call me soon.
感冒了，我们开始中场。对不起马老师，如果你想要上九一点，可能还是要再十点点。你要上去吗？好，上去。太累了，再吃点水果。下面有什么好的呀？下面有什么好的呀？忙一样的。你也忙。再听一个，多数一数。具体吗？就是出外面的棚里上。先补一次，先单独上个房子。昨天不会了。我想的吧，我就那天，我想先找和谐，我想告诉我和谐。先喝杯矿泉水，再说。是单独的。好，喝了一杯矿泉水稀释。好一点。加油！你不去踩在身上啊？就是怕弄到身上，我才能玩。LK 完美，喝了这么多年的可乐，这可不是你的衣服哦，你可不要。有纸吗？有餐巾纸吗？Oh my god，差一点点，我拿不到，我喝走。待得到。七点半。我真的吗？我们现在是不是没有 delay 啊？超前了。没有没有没有，那倒也没有。没 delay 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吧。来慢。那我得九点。我以为以前卖的都是盗版货呢，太热了，大家都要用那个。啊，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里面是啥呀？啊，啥呀？快啊！啊，好。你要拍也是拍旁边的，拍旁边的。对啊。一定要用力拍啊！哎呀，我都输了。你也可以拿上去。拿起来呀、啊！你看，拍到了，这是西瓜怎么掉了？再来啊！我没有记得，你先。你不能这样，迟疑嘛？你叫那个迟疑了一下，你就说好吧。老毕来，咱俩谁是谁的爹？我是你的爹，咱俩谁是谁的爹？你是我。咱俩谁是谁的爹？咱俩谁是谁的儿？你是我的。咱俩谁是谁的儿？你是我的儿。咱俩谁是谁的儿？你是我的儿。咱俩谁是谁的爹？我是你的爹。咱俩谁是谁的儿？你是我的儿。咱俩谁是谁的儿？我是你的。你是我的。咱俩谁是谁的爹？怎么样？干嘛呢？咱俩谁是谁的儿？我是，你是我的。咱俩谁是谁的儿？你是我的。咱俩谁是谁的爹？我是你的爹。咱俩谁是谁的儿？你是我的儿。咱俩谁是谁的儿？咱俩谁是谁的儿？你是我的儿。咱俩谁是谁的儿？你是我的儿。咱俩谁是谁的爹？我是你的爹。咱俩谁是谁的爹？我是你的爹。咱俩谁是谁的儿？你是我的儿。咱俩谁是谁的爹？我是你的爹。咱俩谁是谁的爹？我是你的爹。咱俩谁是谁的儿？你是我的儿。咱俩谁是谁的爹？我是你的爹。咱俩谁是谁的爹？我是你的爹。你的爹。派字护色房，派字护色房，派字杨总那个多了，回来点。没胡子，主要有那个多了。我小时候最记得的。主要你都往后退点。往外撤点，往外撤。对对，那个杨子你也往外撤点。每天都能看到这种。还有啊，好，来。而且我能想到目前哪个片场拍这个广告的人。好，请把贺峻霖出席了打在公屏。对，请把贺峻霖出席了打在公屏。我
我们玩那个，你只能回答是。我知道，我提问题，你只能回答是。我是你爸爸，是。如果你迟疑了，如果你回答不出来，就是这个是，你就输了。我不让他玩吧，你我问一个，你问一个，来吧。我先问嘛，你先问。做的那个先，做题的那个先。那这个题你现在在拍，问的。没事啊，好像都是，只能说是嘛，你问了一个。剪刀石头布。要你快速说啊！你们不是你，不能迟疑。那简单的，我是不是你爸爸？是，我是不是你爷爷？是。哎，今天怎么起得很慢？我是不是你老公？你是不是我老婆？我是我老婆。是。我来教你怎么样吧。这也是不是？你是不是喜欢穿着衣服洗澡？你问的问题没有别人犀利，所以你很没有优势。是不是？是。你是选？是。牛啊！你们我们别这样好不好？我们为什么这样？今天怎么紧张很？比较不专业。是。我等不用这个出门不穿衣服。是。今天早上是不是有点肿？跳舞不穿衣服吧。是，那你是不是喜欢我？是，你是不是想让我当你男朋友？是，你是不是想让我当你老公？是，我是不是你的老公？是，我是不是你的爷爷？是，你是不是我的堂客？肯定是。大家解释一下堂客的意思。堂客就是老婆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我的孙媳妇儿？你们的，你们的。吃饭了吗？我问过了吧？来。好，辛苦了。